外公最近很神秘，总喜欢把自己关到屋里，勾勾画画，指指点点。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咋了？进来。外公，干啥呢？高考？你要高考？啊。就你这水平，你还想高考呢？哎呀，不然你教我。那个外公，我这还有点事儿呢。行，没问题，我教你。75岁的外公，眼睛越来越不好。Grandpa， 啥 ？Grandpa， 滚又爬！哎，你臭小子，你又……听力也逐年退化，甚至记忆力也在下降。为了防止忘记，知识要点被他贴满了整个墙面。外公，你这么学是为啥呀？能有啥？我就想上大学。那要考上呢？考不上啊，我就一直学。母亲说，外婆走得早，外公一个人将她拉扯大。她在最好的年纪，担起了家庭的重担。将梦想藏在了心底，但他从不抱怨，也未曾放弃，他总是微笑着拥抱生活前行。那些一直深埋在心底挥之不去的执念，给了他勇气。老陈，准备好了吗？来。外公，整理错题呢。嗯。看我的。哎。老公，你能听见是吧？好好好，外公，你咋又错这么多题啊？全对呀！耶！继续努力。好。赶紧干去。外公加油！加油！Thank you.
外公说，一个人真正的变老，不是从第一根白发开始，75岁也可以是人生最美好的年纪。